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，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，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，微微就是我们，微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，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，再勇敢去闯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组呢，也请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铸剑师，对永乐剑进行1:1的复刻，请司仪为大家做展示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把宝剑呢是非常的精美，全长是在90公分，剑刃76公分，加上这个剑鞘的重量是在4斤左右，它全身呢采用是鎏金的工艺。接下来请我们的司仪打开剑鞘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剑身。各位观众，节目暂停，请各位稍作休息，节目稍后继续。请各位千万不要录像和拍照，谢谢。破了一口呢，没有备用演员吗？不做备选吗？有备选，备选就是拿剑那姑娘。冯文艺呢？冯艺人呢？怎么出了事就见不到这人了？你知不知道录制一天的成本是多少？我刚才跟陶瑞安那边聊过了，争取补录的时候不用费用。他只是一部分的费用，这租赁设备的费用，其他演员的费用呢？行了，这事儿啊，最后的损失再统一算吧。还有，现在的节目数据非常的差，长点心吧。导演，对不起啊，是我弄砸了。没事儿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导演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那个道具它怎么就那么难打开。难打开你就多练练，不会演戏不要硬演，什么都不会别着急出来麻烦别人，行不行？伤重不重啊？伤倒是不重，眼皮破了，但谁知道人家怎么想的？演员啊，靠脸吃饭的。那怎么办呀？节目还能录吗？重新选人，重新排，得有几天吧。李老虎怒了，
这有什么好怒的？这意外又不是能计划的。惹事那姑娘呢，是冯文义硬塞的。那就让冯文义负责呀，天天干些偷鸡摸狗骗小姑娘的事儿，现在自己遭报应了吧，活该。这事儿也不能赖他。你看你，不赛心肠了啊。我看在我闺女面上，不想跟人生气，行不行？过来，撑撑地。哎呀，别了，头疼，估计是感冒了。那你别动了，来，我给你泡泡药。嗯，你别动，你去那儿坐着去，把这吃了。闺女，等着爸啊，爸好可快呢。哎，我闺女怎么不显怀啊？是不是吃太少了？不是，你就给我做一点吃，说营养均衡，不长胖吗？是不是得调整调整？哎，老侯，成啊，导演，哎，你现在太火了。哎呀，没有。但该说不说啊，你那综艺那拍的真好，你现在绝对国内一线。什么呀你？哪天有时间呢？咱见面聊聊呗，我找你有个大事。你什么大事儿？但这事儿太大了，这电话里咱也说不清楚。哦，那我看看啊，明天给你个时间成吗？那妥，我等你信儿啊。啊，那我先挂了啊。谁啊？老侯。谁？啊，就是上大学时候我们班那个，个儿矮矮的，那时候头发也不富裕，大家都叫他猴。哦，干嘛？他现在开了个影视公司，据说混得不错，说有大事找我。那聊聊啊。闺女棒不棒？旺不旺你？棒。谢谢闺女啊，爸先干了。你小心烫，凉一点再喝。我远点喝，来穿上。您的简历我看过了。我从事商务工作已经有七年了，之前在京西和凯乐都待过，也积累了不少的资源和人脉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策划案，您看一下。挺好，做得还不错。我看你简历面说，差不多五年换了三份工作，对吧？每一份工作那平均是两年不到，什么原因？最后一份工作是为什么要辞职呀？三年前，我妈查出了乳腺癌，需要化疗，身边不能没有人。我爸他身体又不好，所以就只能是我公司医院两边跑，实在是忙不过来了，没办法才辞职的。那他们现在情况是？哦，他们现在身体挺好的，人到中年嘛，不能倒下，我还得奋斗。那是，人到这个年纪基本上都是这样。嗯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您说。你结婚几年了？有孩子吗？我结婚五年了，没孩子。嗯，要做丁克？我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原因，不太适合要孩子。那这情况，哎，那我也不多问了。那这样。我回头直接去跟人事部报备一下，你呢就从我助理做起，试用期一个月。谢谢啊，姚总，真的太感谢了。但是呢，进了试用期要转正，还是得看业绩的。明白，这点您放心。行，拿着吧。哎，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今天来的客户非常重要，咱们要微笑啊，企业文化，会鞠躬吧？演示一下。好，就按你这么的啊。哎呀，哎，副总，哎，陆总，哎，你好，副总，欢迎欢迎。哦，副总，这是我们的曹总。哦呦，曹总你好啊。来，哎，陆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马总，这个项目他亲自抓。哎呀，你看我这有眼不识泰山，年少有为啊，马总。啊，你们也不聊啊，走吧，会议室啊，来，来，请，来。马总好。这整个这一块儿不是我们的公共区域，那边就是领导的地方。来，欢迎马总。哎，小军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，你先说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在这上班啊。你今儿这什么造型？什么情况？跟酸菜鱼似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晚上喝到凌晨三点多。今天一大早被他们拽过来，你跟我说你在哪上班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嗯，他今儿到底来干嘛来了？没看吗？我聊业务来了。转身出去！哎，太烦人了，你太能跟我装了。我现在高低我马总，多少给我点面。马总辛苦啊，马总。好好干。哎，好嘞，嗯。不跟你说了，嗯，我开会了。哎，好。马总辛苦啊，马总，好好干啊，石明明，来这边，你也过来听听。总之呢，我们非常希望和盛海院线有一个长期的合作，达到我们双方的共赢。我们盛海院线目前大概的市场占有率是在80%左右，所以在挑选合作商这个问题上。所以我们在挑选合作方这个问题上，希望能有更加严谨的考量以及多方位的去。不是麦哥，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？能啊，不好意思，继续。嗯，多。哎，不行，我跟他单聊吧，要不？休息会儿。好。麦克离职了吗？哦，还没有。留住，一定留住。盛海的占有率真有我工作呢，能不能有点正形？不行，我受不了你这样，你装什么眼神？跟小马总聊得怎么样？还用问吗？那肯定没问题啊。怎么个没问题啊？他说签不签，然后我说签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条件呢？条件随便啊，公司想要什么条件，我给他发微信就行。我能看出来你们两个关系很铁，但是重心想要跟他们盛海院线长期的合作，条件你不能乱提，关系是要锦上添花，共赢才可以长久嘛。行啊，陆总，那你回去想想，你看你要提什么条件，你告诉我啊，不是我告诉你。这个项目你也跟进一下，条件的提案做好了以后发给我。啊？怎么？搞定？明儿就给你。今天晚上就给我。师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约的你，我还来晚了。没关系，等女士是我的荣幸。怎么样啊？
麦克入职以后还算好管理吗？挺好的，他倒是超出了我的想象，不过就是在社交的方面还需要好好修理修理。那就辛苦你好好修理修理他。啊，对了，电影映前广告的事，我听姚薇说已经把合同寄到你们公司了。对。还没有反馈。这件事情确实是还要再等两天，不过现在不影响你们跟珠宝品牌那边交涉。什么原因？商业机密。师姐，你别再看我了，你这么聪明，你再看就看出来了。好吧，等你们消息。好。服务员。没有。哎呀，我喝，我喝。哎。来了。你干啥呀？别玩了，过来说点正事儿。不是，我正喝着酒呢，有什么正事儿喝完再说呀，麦哥。我先高低是你甲方爸爸，你得多少你得尊重我一下吧。来，说。没有。你想让我怎么尊重你啊？那首先一个，你得把我公关好吧。留学那会儿，你爸整你，然后你没地儿睡，睡草坪的时候，谁收留的你？啊，你。那帮外国人追着你满街跑，群殴你的时候，谁救的你？哎，这不能算啊，我当时跟他们互殴了啊。你再说。是不是把你打进隔离带了？哎，是不是把你打进下水道？哎，不，停！是不是你？这是你救的我，你是我亲哥，行不行？报恩的时候到了啊。不是，那我今天在你们公司表现的也挺好的吧？我多给你长点。后面合同条款，我开绿灯，听没听见？哥，我爸多精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能让我说了算，我就是一跑腿的，用他的话来讲，我叫熟悉业务。你换个表达方式呗，你的想法你得包装一下，重新跟老爷子说，给他洗洗脑。哎，我肯定给你尽力办，但能不能办成，我没法给你打个包票，笔不在我手里，我给你批不出来呀。我不管啊，必须给我全力办，办成还得办好。行，我全力办，我全力办啊。你们家老爷子也真行啊。能放任你在外边拿着盛海院线的名誉招摇撞骗的，胆儿够大啊！他现在是心思全在我们家那位身上的，看不上众星这点苍蝇肉，让我当苦力来了。忘恭喜你了是吧？听说家里添新人了，得一弟弟。添新人纯粹是给我添堵。我那小妈为什么要一孩子？我不明白他那点歪门邪道。自己争点气呗。哎，过来，头靠上，笑，露牙笑，哎，好，不是你这干嘛呀？起来吧，你现在是我一重要资源啊！啊，现在行了吧？可以一块玩了吧？可以好好喝了吧？来都来了。盛海院线公子帮众星拿下，我们在老地方，来吗？在忙。师姐，我看咱们的校友群说是下周有聚会，你去吗？我看情况吧，计划一下时间。你呢？师姐去，我肯定去啊。老常，哎呦，这多少年没见着了，可以啊，好啊，
这么大企业？哎呀，大什么大呀？来来，你坐，我给你泡茶。就是影视打工人啊，你行啊，现在综艺大导演。什么大导演？瞎混呢。哎，说正事啊，我有个电影首映礼，你过来呗，全是业内大咖，我给你介绍点人脉。你现在是真急了，那我提前感谢你。哎，咱们谢啥呀？你说你啊，咱们那届公认的最有才华的导演，后来我看你搞综艺去了，我都替你遗憾。导演系搞综艺，那技术含量和艺术类型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呀。你呀，这真是真人真秀。我之后我还有几个项目，然后我还要做一个新导演扶持计划，第一个我就想到你了。有没有意向咱一起折腾折腾？只要你想圆梦，我都不带让你醒的。我这个就毕业头几年还拍过短片，这些年都扑在综艺上了。我还是别耽误你时间了。你看那艺术都是共通的，只要你想干，我就支持你。你不用着急答复我啊。给，首映礼见。哎，怎么两张呢？带着姚威一起来，你俩那点事儿我知道。多提意见啊！祝你爷爷办的越来越……来来来，好好好好，哎。明亮，哎呀，三哥，哎，整挺好啊！哎呀，亲自来的，恭喜恭喜，大卖啊，大卖！好了好了，三哥，哎呀，太给面子，签字，好，签字，好。怎么样？呀，嘿，还记得我吗？谁呀？这不大美女吗？哎呀，成导，你说你俩也够神秘的啊！这知道你俩领证还在网上知道的，这办酒席怎么没知情啊？还没办呢，办了肯定请你。你说弄得不错呀，有点意思。那你看看，国际化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就咱这个电影已经在国外走一圈。真的啊，一会儿你俩好好看看。之前咱们就说咱这届要出个名导，那肯定是程亮，他思想多超前。超前有什么用啊，现在不是搞落地的综艺吗？你只要你想那就不晚。哎，黄总。哎哎哎哎，行，你忙吧。行，那我就不招待你俩了，签个名，签名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哎呀，不见。哎呀，不签字了。不用签名了，咱也没带呗。我这丢人。哎，是别说啊，但你的毕业短片确实是万人空巷，轰动一时啊。没那么夸张吧？怎么没有？反正我是忘不了。你忘不了的可不是我的片子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程亮。这个短片献给大家人生中所有值得纪念的情感，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熊浩轩这四年里对我的谆谆教诲，谢谢他。尤其要感谢我父母的在天之灵，他们一直在保佑我，也感谢我哥，他挺不容易啊。最后。姚威，我爱你。美好生活，洁净健康，我选美泰新卫浴。你看你们商务部的广告植入无孔不入，都入侵第七种艺术了。我只喜欢爱的。我们入侵可多了，你不也说吗？通往高雅的殿堂都是由三俗堆砌的。美丽家居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盛海院线的贴片广告是决定我们生死攸关的大客户。注意点素质，艺术片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
觉这电影好看吗？比想象中好，但票房不好说，文艺了点。我记得你们那会儿聊的片子不是北欧的，就是特别小众的，那恨不得就自己看过才算厉害。那时候想法比较理想，现在都成熟了。你五斗米搁那儿不折腰吃不着啊。老侯什么意思呀？想让你重出江湖啊？没明说，但就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怎么想？我得先把节目弄好呀，顺其自然。任何事儿都不是想想那么简单的。老温，哎，要不要一起练练？哎呀，我就不练了，工作还有事儿，主要是我怕我去了太抢眼了。臭美国你，恶心，赶紧回去吧。哎。这车噪音太大了。老大，这儿会员你挨个给我介绍一遍呗。工作想疯了你。哎呀，迈向成功的台阶退下身子。现在把我们的右腿伸向我们的右方，脚掌大大的用力向外蹬出去，右手呢轻轻的搭在身体的前方，左手用力的伸向天空。如果是老会员，我们可以把右手放在你左侧的腰部，来，左手指向天空，吸气延展脊椎，呼气深呼吸，不要被外界的环境所搅扰。好，我们的上半身尽量的向我们的右后方继续延伸。来，在这里我们保持五个呼吸，呼吸，干嘛呢？啊？怎么了？是谁推进来的呀？你认识啊？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也不认识？我认识啊。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这位同学，请问你是哪位会员推进来的呀？戴萌，怎么了？你说呢？上瑜伽课手机要按静音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我是不是立刻就把电话挂了？我是不是还说对不起了？那个电话至于吗？老师，啊，去把你们经理叫来吧。啊，你们现在管理啊，问题太大了。大家都坐一下啊，我去叫经理。哎，什么原因？我来给你开门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杨女士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这个课啊停了。啊？您看可不可以换个时间再来体验？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呀？我一早就把时间约好了，大老远的赶过来，我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？都是来学瑜伽的，你们就听他一个人的？啊，你们店这么做生意的？真的很抱歉啊，要不我再给您送一节体验课。需要，我看你们店氛围也不适合。
不好意思啊。先走了。你看，我让他能陪你得走了。好，咱们也走吧。走，继续练习。本来想着你能多认识几个准妈妈，交流交流经验心得，结果惹一肚子气，就生气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我刚进去就把课停了啊！人家的时间不是时间啊！那应该追究瑜伽馆责任啊！他这么做哪有商业信誉可言？你别说这个，那瑜伽馆的人也是一时脸。那经理见着他就跟见着皇太后似的，那这瑜伽馆怎么不给他一个人开算了？咱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气坏了身体不值当，我觉得呀，这个店不行，咱们换一家。不去，我心里阴影了都。我觉得我自己搁家，我自己找一店子，自己练挺好。自己练，我觉得不妥，不专业，容易受伤。老公啊，你是不是有产前焦虑症啊？没有吧？怎么没有？那个太明显了，之前让我坐轮椅，今天又让我练瑜伽，那得一码归一码。轮椅是我哥拿来的，瑜伽是嫂子带你去的。那我刚刚说我不去了，你又说我自己在家练是瞎练会受伤，这就是一种产前焦虑的表现呀。你知道你有压力是无形中给我压力的。我这是关心你啊，怎么还有压力了？有，我最害怕的就是我怀孕以后会变得我自己不像自己。职场妈妈她虽然是辛苦了一些，但是那种状态是让我心安的，因为我在一个我熟悉的环境里面。那我要不是怀孕了，我会去瑜伽馆，我会去那地方，我犯得着今天受这气吗？我要是有一天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，我是会崩溃的，你懂不懂？懂了。你真懂了吗？我大概明白了。咱哪都不去了，就在家练。以后啊，你怎么舒服咱们就怎么来，我不干涉你自由。我也意识到好像我最近控制欲变得有点强，主要还是担心你。你愿意为了我要这个孩子，知道做这个决定挺不容易的。留下孩子是因为我也想当妈妈，可是你得相信我呀，你知道我的，一旦我想做什么事情，只要我自己心里想通了想明白了，不管有多难我都势在必得，所以我会比任何妈妈都要努力，我会比所有人都更爱护自己的身体，你得相信我呀。我相信你，相信老婆是一个男人的优秀品德。睡觉。不生气了？别提，不提就不提。肯定不提。两位请到这边坐等一下，爱丽丝暂时在开会。好嘞，谢谢。姚总，您喝水吗？我找他们要点水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出门前都喝饱了。姐，您现在有孕在身啊，尽量别累着。我算是看出来，咱们这公司的工作强度啊，真是不一般。您太辛苦了。习惯就好，有工作也有不工作的累嘛。那我们这喝的什么呀？哦，我体寒，喝点中药调理调理身体。那我就不远送了。行，留步吧。哟，姚总，曹总也在呢。咱俩真有缘，总能碰着。那可不是嘛。行了，您忙，我先撤了。出事儿了啊！嗯，怎么了？
重心又来不要脸的操作了。他们直接去抢珠宝品牌这客户，还跟爱丽丝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电影印钱的权利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你没自己人啊，不靠谱啊，得防着点。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误会，我都碰见曹达了。就算这事儿不是你师弟谈的，他也绝不可能完全不知情。那你有什么计划？怎么打算？白忙活一场。哎，我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源吧。反正呢，爱丽丝那边我也给了活话，但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。中午些那帮不要脸的，他们会加速的。先别着急啊。我也想办法打听打听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知道了。走了。陆董，他人呢？按点下班了。按点下班了。小心眼睛哦。你怎么才来啊？不是你约的我见面吗？还迟到啊，姐姐。公司开会给耽误了。哎，你一个新员工下班这么早合适吗？不是说了晚饭以后吗？主要是我就想不明白啊，你说公司总共就那么点事儿，有必要天天的要早去晚归的吗？看来你还真是把工作当成度假了哦。知道新员工是干什么的吗？不管家离得有多远，每天至少要提前十分钟到达公司。下班时间对于每一个公司来讲都只是一个参考技术。老板没有离开之前，员工是不允许提前离开的。办公桌上的东西自己不光要收拾好，其他人的活你最好捎带手也一块干了。你不要笑，还有你啊，你不要总戴着那副墨镜好不好？低头弯腰打招呼是少不了的呀，嘴巴要甜一些，腿要勤一些，所有的基础流程每天要至少过成三遍，这些都是新员工的标配。你说说看，这些天你都做到哪一条了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不是职场新人，这不是勤杂工吗？啊！再说了，这各个职业它都是平等的，它谁规定一定要做这些？有的规矩呢是写在纸上的，有的规矩是潜在公司的。戴金表，还有你的车，都不是新员工的标配。一会儿跟我去一趟商场。干嘛呀，姐姐？要养我呀？我想着我可是贫贱不能移啊。想得美。你现在这副嘴脸吧，特别像你的上司。不行，我受不了了啊，受不了了！我这人我越来越想念我当时做你债主时候的感觉了。我是怕丢给众星一颗定时炸弹，所以特地跑过来叮嘱你这些，好吗？你现在的东家是雨果，你巴不得众星现在立马原地爆炸，承认吧，啊？说实话吧，是不是关心我呀？啊？对，是关心你啊。关心你什么时候打入众星内部，替雨果扫平障碍。
然后让竞品公司早点倒闭。那是没可能了，啊，太难了。因为众星马上就要拿下盛海院线的映前广告合作代理了。盛海院线是你牵的头？不是，陆泽宁牵的头。但是呢，你就说好巧不巧吧，院线的负责人是我一兄弟。买了。你说咱家马上就开业了，什么吃的喝的没有啊？我在这排了2个小时的队，而东西还不便宜。人多，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被雇的呀，饥饿销售，明白吗？退。到时候我也雇人，怎么没有啊？我妈、我爸、我姐不是人啊？这没领啊？这怎么没有领啊？这就叫中式的领啊。得，估计我姐这会儿没时间管咱们事儿了，先不说了啊。这套应该可以吧？你来还行。这是一套。这是一套吧？对。哦，对，你没有外套，那试试吧。错，焕然一新。我觉得我这吧，我这脖子以上都没什么问题，100分。但这脖子以下，这衣服这颜色、这款式怎么这么奇怪呢？我好像是，我像那个中介卖房子的一样。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？哪儿？就是在你脖子的位置。没戴项链。是春暮里的歌声，雀鸟飞过，落日轻破，孤单是烧倦了的渔火，断念淹没一夜风波。是一曲荒芜的歌，总是深刻怀揣冷漠，每个女孩都真心爱过，爱誓言温柔却碎成梦。起娇弱，吹起迷惑，吹淡焦灼，怀抱里疯长的群落，艳阳下没用的烟火，看翅膀长着，可轻易凋落，理想是什么，岁月的乘客。如果梦穿过你的生活，天上飘着短命的泡沫。